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今天是农历的十五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干爸还专门挑了个好日子过来给我搭灶台。这个也有讲究吗，干爸？就搭灶台看日子啊？还要？我看有，我看日子啊。今天十五，初一十五打扫的。哦，初一十五打扫啊，那就是看日子喽。两个高低都不一样。好，我现在去买点菜吧。中午我干爸在家里吃饭，虽然都没什么菜。把我杯子打烂了。鲁迅，这个拉管，拉管。往出口一点。现在，罗勇还有我干爸在一起搭了。我让我干爸就拿搭一个那种方方正正的、直直起来的那种双口锅的，他飞过，啊，那不好看嘞。搭一个好看，要搭就搭好看一点。好看。一会儿搭一个扇形的，你看。这边就小一些，那边大一些，这样空间又大一些。中国点没可以的呀。真的，我啥心都没操。今天早上我还在睡觉，我干嘛在那消费？我来搭灶台了。结果我起来，你看这个。干爸，这个叫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个。卤月。哦，就是这个东西，我也没管，是我干爸自己给我焊好拿过来的。我一下到这里来聊一下，我把这个镜头看了。我上次没有镜头。那他们，你们先自己待一会儿啊。大家好，看我干爸今天又来帮我砌灶台了。前两天他有事没有过来，在给那个田丽念打药。今天他过来把这里砌好，然后就可以生火炒菜了。这个是用来干嘛的？我刚看到我干爸在这样。抹这个边边的。农村里面就这边好，工艺好嘛。我在抹陈醋，我在抹陈醋，抹陈醋感觉有点辣了，抹了酱油之后。我已经打了。好辣，我还在等呢。麻子下。太好吃。麻子下，我先麻一下。罗勇，你看他身上的汗。好这边的酱油，这样子，俺过来。阿祖。哥哥，等我一下啊。这个我得吃到。我的干爸今天终于过来搭这个灶了，你看我们这个简陋的灶台，你做饭就要围着这个锅满周围的灶。你看他四边走火，干爸今天应该能搭好吧这个灶台？可以，今天可以搭好吗？今天搭好吗？你今天能够全部搭完吗？应该可以吧。我搭的明天有点长了一点。刚才直播，我干爸自己搭灶台，那些粉丝朋友们都在夸我干爸，说：“哎呀，小饼，你找了一个好干爸。”他说都是外面的，你看你打开铲车给你活浆，再又给你砌灶台，真的是，我干爸什么都会，尤其他最厉害的就是修车了，修车最厉害。干爸辛苦了，我到时候给你买个大猪蹄子啊。你现在猪瘟哎？哦对，那就买条烟吧。麻子。没事吗？我不要。